喂，你干嘛？你干嘛要拦住我？够了，分手！我现在多看你一眼都觉得恶心。像我这样的人，根本就不会有人要的，还不如……我要。你这……我是群众演员，这是戏服。或许开始一段新的感情。卖花了，卖花了，好漂亮的花，我买给你。不用了。哎，雨桐，这包我也有一个，可不便宜哦。男朋友送的生日礼物。不过这包的做工，你男朋友应该被骗了。反正他也没摸过真的，随便糊弄一下就过去了。果然有钱人都精明得很，几万块的皮肤你倒是说买就买。老板说爱他就多给他买花，我们拍照吧，挑你好看的角度。原来真的有人就算只有100也愿意为我花99。你就是来演清洁工的吧，快去换衣服。我导演您认错了，她是我女朋友来找我的。这也不能怪我呀，你看这眼纹干得跟树皮一样，看着年纪就很大。不好意思，临时加班来晚了。哼，还以为你女朋友多漂亮，就这妆都不化。你这么有钱，有空带她去做做脸吧。不知道的还以为是你家保姆呢。你存心来丢我人的是吧？你看你这脸这眼纹，你怎么好意思出门的呀？我这几天通宵改发，实在没精力收拾。够了，分手！我现在多看你一眼都觉得恶心。你，我先走了。说别人钱先自己照照镜子吧，法令纹都快掉地上了，我喊你声大妈也不为过吧。以后别想在这行混了。这下怎么办啊？不用担心，我工作没了就没了，但你绝对不能受委屈。你都不在乎别人的眼光吗？不就几条纹嘛，多大点事儿。我今天让你过来就是想送个好东西给你。你最近为了项目一直加班熬夜，这样会加速眼部衰老的。我知道你们女孩子爱美，就给你买了这个地洛薇眼膜。这个真的有效吗？我做过功课，像正常的眼霜只是维稳，但这个眼膜里面含有玻色因、蛇毒肽、鱼子酱等成分，都是可以让眼部紧实的。不仅补水保湿，还可以焕亮眼周，而且蝶形的蜂窝膜布还可以锁住精华，像我们的眼周、法令纹、苹果肌都可以覆盖。贴上冰冰凉凉的，感觉眼睛都放松了很多，眼睛周围的皮肤也变水润了。敷完再用这个按摩一下，这款眼部按摩仪可以帮助精华的吸收，还能促进循环。不仅搭配眼膜使用，像平时眼霜、眼精华各种产品都可以搭配使用。用起来好舒服啊！这个一定很贵吧？不要再为我乱花钱了。很便宜啊，现在商家做活动，69.9十盒，还有眼部按摩仪，和市场价比较很划算的。这么划算啊？你坚持用，用完了我继续给你买。你看你这脸这眼纹，你怎么好意思出门的呀？这就是爱跟不爱的区别吧。这餐厅不便宜，我们还是换一家吧。雨桐，没想到你现在变这么漂亮。离我女朋友远点。就你这穷酸样，怕是连这里的一杯水都喝不起吧。她是没有你有钱，但是比你好1000倍、10000倍。我知道你还在生我气，这样我请你吃顿饭就当赔罪了。今天这饭你是吃不了了。少爷。小陈，我的餐厅可不是什么阿猫狗都能进来的。请出去。你不是跑龙套的吗？怎么像这样的餐厅我家在全国有几百间呢、啊、我是不肯接受相亲才跟家里闹掰跑出来了。那你这次回来不是又得相亲？有了你，他们再也没有理由逼我了。